哼，那过分，这妮妮和皇上走得挺近的呀。这王耀，这当是本宫为你感谢你，专程照顾你皇上，赏给你喝的吧。药，这碗药，不会是皇后娘娘看我和皇上走得近，在药里下了毒，想要害我的吧？皇后娘娘，臣妾不想。什么？不想喝？由不得你，娘娘啊，给我关进去！不要，不要啊！啊，不要给我喝！斑斓，你最近感冒又做梦了，喝口药吧。什么药？不要不要，你快拿走，快拿走！不行，太可怕了。为了我的生命安全，我觉得我还是请个保镖比较好。薯片，以后你就是我的保镖了。你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吗？薯片知道，一切为了斑斓姐姐的安全，一切可能有危险的事情，薯片都要第一时间尝试，然后斑斓姐姐才可以尝试。不错不错，有了这个保镖，以后就放心多了。斑斓，今天你一定得喝药，不然你感冒没法好了。行，没问题。薯片，你先来。好的。报告斑斓姐姐，安全，可以放心喝。好，那你把剩下的给我吧。这药喝得放心多了。来了，今天的午餐吃的是土豆味的烤鸡。好味，真棒，开吃开吃。等等，斑斓姐姐。安全，可以放心吃。好嘞，谢谢薯片。斑斓，下午我们去不去游乐园？听说新出了过山车。好啊好啊。那这是门票。等等，斑斓姐姐，我和土豆哥哥先去一趟。啊？2 hours later， 斑斓姐姐，我们回来了，一切都安全，你可以去了。土豆，那我们……我都已经玩完了，我回家休息去。啊，那我咋办呢？嘿嘿，买了两条小裙子，到底哪条好看呢？赶紧来试试。斑斓姐姐，等等。斑斓姐姐，这衣服没问题，安全。啊！薯片，你把衣服还给我，以后你别来了，你被解雇了。